一请投票。好，三位队长怎么看待刚才 Team One 的这个作品？四个字，张弛有度。在我们节目里，一心特别爱用成语，而且四个字四个字往外蹦啊。四个字，超级精彩啊！美中不足，嘉尔的成语也很好。各有千秋。海良队长，四个字，来不来一个哥？四个字，不相上下。他都来四个字了，一波抢答来。没，我要讲一下我的感受。那个，给手给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高深莫测。我觉得这次嘉尔真的是拼了，因为很少他看到用纯舞蹈来做一个表演，就好像真的一个外星一个机器人这么厉害，然后跳很炸的舞感觉。我开场的那个设计感我觉得特别的好。欢迎来到 Team One 虚拟世界。很突出自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然后进入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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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然后这种编排啊，地上的一些动作特别的好，然后后面的转换成他就是嘉尔哥很擅长的那种 swag 风格，然后一直走下去，整体的感觉就是很酷很 swag。 那我们队员也是，我们每个人我觉得可以表达一下。就时隔大概半个月吧，然后再回归到这个舞台，觉得很开心，觉得很爽。就之前有遗憾没有机会跟队长同台一起跳一支舞，然后今天达成了这个愿望，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啊！谢谢我的队友们和队长。好的，我喜欢和队员们还有队长一起在舞台上流汗。好，现在我们有请另外的三支战队回到舞台上。同样，我们要感谢战队返场队员的精彩表现，谢谢。这是我们本季第一次四个队长和他们的队员进行队长大秀。所以队长大秀获胜的战队将获得一个和本轮赛制相关的重要权利，这个权利我们将最后再揭晓。第一名的战队和第二名的战队相差三票，让我们恭喜王，这里看战队。从练这支舞蹈开始到结束，这个状态也是忍了真的很久，真的觉得我为我的团队出了一点点力而已，那种感觉。王嘉尔战队就是他一如既往的很 swag 很帅的风格，他在现场有很多大动作突然切换到很小动作的一些亮点，我觉得这个很招人喜欢。因为往往我们看很多动作的时候会被一些大框架的动作吸引，但是他能立即切换到小动作，让我们形成一个
反差，所以会对这个作品记忆犹新。最后这句嘶吼呢，确实是由内而外的发出，让他确实是让全场的观众感觉出了他强大的想赢的这种信心，也真的把这段时间一直以来压抑的这种郁闷啊和这个情感全部都爆发出来，确实他也看出他的这舞啊非常满意。一上来他那个帽子就非常的吸引人眼球了，然后他一开头算是他个人的一个 solo， 就非常的现代感、未来感，然后再配合后面一块一块一块就唤醒所有队员的感觉，因为他的那种创意到舞蹈本身到队长的表现到队员的配合各方面综合来讲，我觉得他拿第一是实至名归的。接下来就开始到我们下半场的战队之间的对战了。我们战队间的作品对抗将分为两个回合，各派出一组队员以作品应战，两组作品表演结束后由现场观众投票决定胜负。两轮结束后积两分的队伍全员安全，每少一分队长需要选择两人淘汰。王嘉尔战队对战钟汉良战队，王一博战队对战张艺兴战队。我们首先来转瓶子决定先开启哪两组的对战。首先开启的是哇哇酷宝和往这里看战队的对决。哎，真的要开始进入战斗，不敢想如果输了怎么办，先不想。